来清街道。 太子殿下，是礼我。北临境内，除了王驾，公公车驾先行，就是太子殿下的座驾，闲杂人等速速退下。你说谁是闲杂人等？ 殿下，从马厩里挑一匹好马，送到京师衙门。诺。天色不早了，你身上的衣服也都湿透了，留在本王府烘干衣服。殿下，送这位姑娘去歇息。诺。姑娘，请。 曼妖姑娘来了，请坐。昨夜多谢殿下收留，民女在王府已打扰一夜，心中甚为不安，特地来向殿下辞行。你要走？ 昨夜本王纵马冲撞太子车驾，而太子亲眼所见，你我共成一计。虽说太子不敢把我怎么样，但是以冲撞之罪抓你去太子府问话，那可是轻而易举。你若是不信，大可走出府去看看，府外那些东宫眼线，想必很乐意将你抓回去问话。冲撞太子的是你，又不是我。太子若是讲理智。 在刑部牢房就不会逼你画押，对你无礼。我不能在王府久留，龙月楼还有很多事情需要我去处理。你未曾回来中山之前，龙月楼也经营得有声有色。你如今回来了，却好像一刻都离不开你。殿下，可否再帮我一回？我留你在这，就是在帮你。可我若不回去，我担心他们会找龙月楼的麻烦。 那又有何难？来人！殿下，你们带几个人盯着龙月楼。
若有人胆敢上门闹事，尽管出手教训。诺。我和他们一起走，多谢殿下，民女告辞。 先别急着走，殿下，我让他们去照看龙月楼，可没让你走。但是，哎，七哥，其实呢，你想知道曼瑶喜不喜欢你，是有方法的。如何？我可以先用明香试探一番。俗物。 哎呀，这女人的心里呢是口是心非的，我们必须得软硬兼施。她说要走呢，你就把她留下来；她说要留下来呢，你就赶她走。她说往东，就让她往西；她要说话呢，你就把她嘴巴封起来。直到最后她听你的了，就说明她心是你的了，懂了吧？ 殿下不是不近女色的吗？可我记得那天在龙月楼，好像是你，先对本王。那日在龙月楼，不是我故意冲撞殿下的，那是情势所迫，逼不得已，并非有意而为之。若殿下有什么怀疑民女的，倒不如大方说出来。强留我在此，也没什么意义。女人太笨，让人生厌；而太聪明。 让人生畏。你虽无意，我却亦有心。殿下，清水和尚，属下稍后再报。 殿下，正事要紧，我先走了。在本王这里，没有什么要紧的事，能比得过你。跟我来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 不疑似你，倒相思你成了故里。此处看似新建建筑，殿下带我来此，是何缘故？你觉得这里布置如何？民女只看得出这些东西。 都价值不菲，哪懂什么布置？不过就是把稀奇漂亮的东西摆上。只是问你喜不喜欢。殿下品味不俗，民女觉得此处甚好。既然你喜欢，以后这里就叫曼英阁，赠与你就好了。 无忧也无畏，不如追。纵然落花逐水，百姓而归，也算功成身。无忧哥哥，郡主，殿下这有公务在吗？这哪是什么公务啊？高云，谁让你进来的？无忧哥哥，我是来感激你的。 清河王世子他不安好心向我叔父求娶我，肯定是因为上次公主姐姐当众羞辱了他，他要报复我。我的叔父差点就答应了这门亲事。我听说幸好无忧哥哥当众搅黄了这门亲事，不然我就要嫁给那个好色之徒了。你不用嫁给那种人。我知道这个世界上只有无忧哥哥对我最好了。另外一个就是公主姐姐，这个女人是谁啊？ 你怎么能把她带到府上来啊？你跟公主姐姐可是有婚约在身的。我的事不用你管，冷言，带她回去。郡主，跟属下走吧。无忧哥哥，你怎么能这样啊？
哎，张大哥，你可来了！昨天公主一夜未归，也没有传来消息，不会出事吧？我去寻公主回来。你们确定昨天晚上公主一夜都没有回来吗？对啊，昨天晚上公主一夜没回来，我们两个守了一晚上。是啊，我和林月姐姐一直睡在公主房里，一刻都没有离开过。殿下，上次在冷月楼一棋被人扫了兴致，今日不如我们全力以赴再下几局如何？好。这光下棋也没什么意思，不如我们立个赌约。赌什么？我若输了便答应殿下一个要求，殿下若输了就放我回去。我这王府到底有何不好，让你三番五次执意要走？这王府自然是好，可是我一介民女常住于此，实在不便。你以为你一定能赢？殿下，陈王殿下来了，一定要见你。失陪了。齐哥，古玉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我听说你昨晚仔细检查过这具尸体，想必你认得出他是吏部的马侍郎，也是于世海的左右手。可是他为什么会在船上出现？船又为什么会沉？齐哥，你一定早就知道，对不对？你想说什么？这马侍郎也是这卖国案的主要证人，这船上其他人都是些无辜的百姓。于世海为了杀掉一个马侍郎，就不惜牺牲这么多人的性命。有证据吗？家中失火，被活活烧死的张侍郎，口吐白沫暴病猝死的崔将军，还有这次意外的沉船事件，这所有看似意外死亡的官员都跟卖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。七哥，这不是意外，这是杀人灭口。你既知道，更不该跑到我这儿来闹。七哥，你亲眼看到赵大人在冷月楼怎么死的，当今朝堂之上只有你一个人可以解决此事，而你却不管不问。七哥，我求你了，替这些枉死之人主持公道。公道又是公道？你以为解决一个于世海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？卖官风气由来已久，却一直无人揭发，你可知为何？细究起来，北林朝中不知有几个干净之人。我不管有几个干净之人。七哥，你忘了吗？秦丞相在世的时候说过，若有一个人可以继承他的志向，就是七哥你啊。好，你不管，我自己去管，反正我有确旨在手。我就不相信他们可以只手遮天。怎么连你也生我的气？当年秦家买门抄斩之时，朝堂之上又有几个人为先师说过一句话？又有多少人落井下石？无非一事
善明忠之，朝堂便注定根基不稳，腐朽不堪，纵有补天之力也挽回不了大厦将倾。冷言，在找人盯着点他，若是闹出什么事即刻来禀。是。城隍殿下，城隍殿下，滚开！殿下，你不能进去。族长五月，你给我放开！冲撞东宫乃是死罪，你不知道吗？啊！卖官鬻爵，草菅人命，那才是死罪！你，这一桩桩，一件件，都是你干的好事。我要向父皇禀告，看你还不认罪伏法！你给我，赶快来人呐！啊，我东宫养了一群废物吗？啊！放开我，你这个混蛋！拿着鸡毛当令箭啊，拿这东西你就敢来兴师问罪？哎，你敢在宫中毁灭证据？证据？哎呦，好！哎，本宫今天就拿着你这个证据，带你去见父皇，我看你能把我怎么样？都给我听好了啊！陈王冲撞东宫，欲刺杀太子，本宫按律将他押送大理寺。要是有什么其他的闲话传出去，杀无赦。你敢？你混蛋！你敢？混蛋！证据。殿下，这已经是第三盘，似乎您又快输了。按照我们的赌约，你可要放我回去了。我何时决定与你赌呢？殿下，已成定局的事情，你还能耍赖不成？若是我非要耍赖呢？一棋之道，落子无悔，有输便有赢。若是殿下如此怕输，那我从今后可不敢再跟殿下一起了。你这是在要挟我吗？不敢。其实殿下也不是什么在乎输赢利益的人，不然怎么会照顾一个无亲无故的朝云郡主呢？我看你心思不在下棋，也不在赌局，你究竟想说什么？与殿下一棋，我若是输了便耿耿于怀，那便无心于提高棋艺，那今后下棋也还是于事无补。可我若精习棋艺，努力向前，即使最后还是殿下的手下败将，但至少不负心中坚持。不负心中坚持，努力向前，你倒是很会安慰人心啊。我若是不会几句蛊惑人心的话，又怎么能做生意呢？那按孟妖的说法，我该如何向前？一棋之道，虽然讲究的是长远，但眼前这一步才是当下最重要。你想我去查卖官案？如若不走这一步，那牵扯到的无辜性命岂不是更多？殿下，殿下，大事不好！
宫里传来消息说，陈王殿下闯入东宫欲刺杀太子，还被于世海告了他杀人灭口污蔑太子，现已被收监审判。篡国，满门抄斩。这所有看似意外死亡的官员，都跟卖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，这不是意外，这是杀人灭口。郭母妃的余孽不会是你一辈子的护身符，这是我给你的最后一次机会。义旗知道，虽然讲究的是长远，但眼前这一步才是当下最重要。如若不走这一步，那牵扯到的无辜性命岂不是更多？驾到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众卿平身。谢陛下。今日早朝，就陈王一案，众卿有何看法？请尽快禀明。陛下，马侍郎被杀之事证据确凿，那沉船乃是陈王督办工部所造之官船，打捞出的沉船碎片上有造船工匠和督造官坊的记名，陈王自以为证据已失，竟在朝堂之上拿出伪造的确纸诬告太子与臣下。陛下，马侍郎之死暂且不论，但确旨所系卖官一案干系重大，还望斟酌查明，以防错漏真凶啊。这马大人和陈王之前就因为一青楼女子而产生纷争，这是香魂楼的秦妈妈亲口所说，这如今拿一个什么确旨来污蔑本宫和于大人跟卖官一案有关，这不过是为了开罪罢了吗？无忧，你对此事有何看法？沉船一案牵连甚广，不可草率定案。至于卖官一事是否诬告，儿臣会亲自调查。还请刑部暂缓定案，七日之内必见分晓。陛下，陈王与黎王亲厚，由他督办此事恐怕令人难以信服。陛下，微臣复仇贸然进见。
既然黎王殿下自领七日，那就按军法行事吧。七日之后，如人证物证俱在，沉船卖官两案一并按律惩处。若是一无所获，那黎王殿下就自领军棍罚俸削爵，如何？好啊。就依父爱卿所言，成王殿下，有人来看你了。不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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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谁都不见。五玉哥哥，是我。啊，哎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一个叫弟弟的郡主来这圣劳大狱做什么？你还好吗？这里阴暗又潮湿的，你吃的睡得可好？他们有没有把你怎么样啊？没事儿，好歹我也是个王爷，虽然不怎么受父皇待见，但是我罪名没有确定之前，哼，亮他们也不敢把我怎么样。我都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啊！叫你凡事三思而后行，不要由着你自己的性子鲁莽行事。你先不听。你又不是不知道太子他是什么人，心胸狭隘，睚眦必报，你还偏去招惹他。现在武佑哥哥为了救你，在大殿上立下七日的破案之约。你还是想你的武佑哥哥。别哭，我错了，别哭，你别哭了，我求你了。昭云郡主，时候不早了，您得赶紧离开了。若是让太子殿下和于大人知道，小的人头难保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别哭了，啊！你放心，我这就回去跪求皇后娘娘，请她出面去找陛下和太子说和，放你出来。那以后别哭了。好，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啊。我让你找的人还没找到。此人甚是狡猾，原本已经寻到他的踪迹，但当属下带人赶到时，他已经离开了。属下会加派人手继续寻找。不必了，人手越多就会越容易走漏风声。传信吴相子，此事交由他来负责，务必要找到此人的藏身之处。是，下去吧。殿下，你没走。不知陈王之事怎么样了？你倒是挺担心他呀。陈王为人率直，嫉恶如仇，如今被奸人陷害，身陷囹圄，实在令人不忍。他做事鲁莽，不顾后果，也是时候受点教训，长长记性了。殿下若真这样想，就不会上朝堂接下此案。殿下从前不理朝事，便已有人满胸刺杀殿下，如今殿下步入朝堂接下此案，想必会有更多的刀光剑影，还需殿下多加小心。你这是担心我？我看殿下之前为人冷淡，以为殿下是个无情之人，可如今看来，殿下对昭云郡主暗施援手，为陈王奔走查案，可见殿下外表冷淡，实则至情至性。我敬殿下为人，才为殿下的安危考虑。那你为何总想着要走？我与殿下并非同类人，我有自己的使命。你的使命是什么？
我的使命当然是把生意做大，把茶楼开到天下各邦。你的志向不小啊。不过是商贾之志，怎比得了殿下心系天下苍生？我身边之人羽翼不多，也只不过拼命守住他们而已。天下苍生与我何干？你虽这样说，心中却未必这样想。何以见得？贵妃娘娘与秦相生前的事迹，我也闻之一二，深为敬佩。这座无名牌位，想来也知道是为谁而立。变法旧事已过去二十余年，殿下仍不忘故人，可见殿下无时无刻不将先辈遗志铭记于心。这番话若出旁人嘴里，我绝不会给他说下去的机会。殿下深知我并无恶意，殿下对沉船之事心知肚明，可见朝中大事你一直非常留心，所以你也任由陈王大闹东宫，因为你知道全局在我。看来我还是低估了你。那确纸想必你也看过了。在我冷月楼里找到的东西，我不看一眼我怎么知道它会不会给我带来什么灾难？雪落在手掌，只为与你一样。你这双眼睛着实厉害。等待为暖，我并非用眼睛去看，而是用心。人只有用心才可以看到别人的用心。那你可看到本王对你的用心？想念是无语的眼光，分手是回肠，像一只纸一曲。殿下心深似海，我所能窥见的也许只是殿下让我看见的东西。你平常言语谨慎，善于伪装，可今天却说了这么许多，你是否想告诉本王，离你太近有危险，而我该尽快送你回去？殿下多虑了，我只是觉得人善于伪装会活得太累，人活一世，若真无一人懂我，那得活得多么轻。可以与你同名爱与伤，为你当暗夜的凄寒，在你身旁是冰消水长。莲心，可要小心擦拭啊，别磕坏了碰坏了。莲心，莲心啊，是林月姐姐。大人，可有公主的消息了？我已知公主去向，她很快就会回来。太好了，都现在就去准备。我也去。莲心，谢谢小大哥。姑娘请用饭。殿下呢？殿下正与冷大人议事。我今天不想吃这些太油腻的，帮我准备点青州小菜过来吧。诺。出来吧。公主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倒是你，你是怎么进来的？我一直在王府附近寻找机会，发现有几辆车进来却无人查探，便追随最后一辆车进来了。为何会无人查探？
应该是宫中送出的密档，只有离王才能查看。公主，属下想办法带您出去。不必了，既然离王留我在此，倒不是一个探听消息的好机会。你既然来了，不如帮我个忙。殿下，派人去追。是。等等，冷渊，你看看这个。你可曾记得，先师秦丞相还在任时，曾向天下广纳贤才，为我朝所用。是。丞相举贤，不问出身。寒门子弟纷纷入朝为官。这里面提到一件往事，说16年前李志远授予三品，视为上品人才。而据我所知，那个时期的上品人才几乎都被秦丞相招为幕僚，参与山河志一书的编写。上和志远。所以这个李志远不仅仅有太子一党卖官的证据，还很可能有16年前先师旧案的线索。屋里有人，搜！公主，殿下，外面没人。谁？是我。请进吧。这么晚了，殿下有什么事吗？我看你还未入睡，专门带了安神香给你。多谢殿下关心。早些休息。公主已得知山河之线索，那我们下一步该如何部署？公主，不能有所犹豫，要下定决心。请您记住，您的身份是大齐永乐公主。你只管藏好，待宫中密档送出去时，云路返回，千万不要暴露了身份。山河这一事，我自有主张，你不必过问。是。混账东西，你怎么能让李志远跑了呢？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能跑到哪儿去啊？李志远行踪隐秘，我派了大量的人手也没有找到他。我们找不到他，黎王肯定也找不到他。只要他一直不出现，黎王却奈何不了我们。哎蠢货，这个人知道我们太多的秘密，现在黎王已经知道他还活着，必须杀了他，不能让黎王先找到他。现在陛下的信任已经微乎其微，要是卖官的事情再被爆出，太子殿下就要大祸临头了，你知道吗？于大人，
此人不死，本宫至多除魏不保。而你们余家，那才真是大祸临头。啊！属下遵命。大人，李知远的老宅已经是人去楼空，只剩下这几个人。在哪儿？